我咧关心到意外的消息，这是九号下晡4点左右，在太保和绿草交界发生一场着严重的车祸，两名大人受到轻伤，但3岁男童无呼吸心跳，紧急送到病院急救恢复心跳，但目前是插管治疗当中。一台金色轿车疑似着雨天路面骨，车辆失控弄着桥墩，规车头严重毁损。即阵家己弄着桥墩的事故，惊了车顶一位3岁男童，在到病院前一度无呼吸心跳。经过我们抢救之后，有恢复生命迹象，不过目前还在检查治疗中，已经帮小朋友插管了。对，他最主要是，最主要目前看起来小朋友的伤势有可能是胸部方面的伤势跟肚子方面的伤势，而且他肺部也有受到挫伤的情况。经过警方调查，这名小客车的驾驶是3岁男童阿公，当时男童和妈妈坐在后座，但疑似无系安全带，才让男童头部受到严重撞击，被紧急送往嘉义长庚病院救治。虽然恢复生命迹象，但男童伤势不乐观，等到是妈妈和阿公只有轻伤。现在警方持续厘清该撞桥墩的原因，来提醒用路人，落雨天出门一定要小心再小心。新闻控制红嘉义县采访报道。